我的花卷鞋子，我涂这样子，而且我刚刚涂错，都没有设计感。我这真的很无聊，大家可以不用看。我好丑。Wow, wonderful, amazing！ 我建议你多贴点贴纸哈。有吗？是在很厚道。什么厚道？穿了就会厚道。你看，你的嘴。我是妞妞，我们今天来开箱的是鞋子，可以给猫咪穿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伸手。可以自己设计鞋子的 DIY 组，但是这个鞋子它是一个迷你鞋子，做好之后它可以像这样挂在背包上面，而且它是软的，有点像是自己画软软的感觉。24个种类，每个里面都会有一个鞋子跟三个画画的笔，贴纸跟一个吊饰，可以这样子涂。有点像是盲盒，你不知道你会抽到哪一个种类的鞋。我觉得每一个鞋都好看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开，我开黄色这个。哇，它鞋子是不是软软？不行，它不能给猫猫穿。哦，我的好酷哦，我的是这种的，有点像高跟鞋，它是植绒的啦，毛毛的。贴纸，它里面有笔，而且它布的笔颜色都不一样。我的是得到这三种颜色，我是黑色、蓝色跟橘色。贴纸哦，然后它这里有参考的，有这些造型，然后你可以参考你要画成什么样子。那我的那个高跟鞋是这一个黄色那一个爱心的，可是我的笔不是黄色，看你要怎么设计它。都设计很好，它画得很厉害，不知道我没办法画那么厉害。怎么有一个那么像巴斯光年？哦，真的耶，像巴斯光年。我们得到是这样子的造型，有点母系诺 Q 的感觉。那你可以画紫色啊，另外一双是这样子的。是这三只，颜色都没有重，都不一样。一起来画吧，我觉得这可以画蝴蝶，画个行动布。可是它长得也很像蜘蛛丝哦。所以你要画什么呢？我想画 creeper， 可是我没有绿色笔了。会用自己的吗？因为我看它前面感觉有一个脸，哦，有点像 creeper 的感觉。对啊，我画笔是写的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不到哎。我帮你看，画个花卷鞋子。我觉得不要太多颜色会很土。我想好了，我就是把它画一个像什么不知名生物的感觉。可是我眼睛想要酷一点，可爱一点。好了，画粉色好了。哇，它这个很细耶，粉红色怎么画起来像是橘色啊？我想要画一只兔子鞋。我的手臂真的高。来画个月球跟兔子，月兔哦。你的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呢。你看它旁边像月球，然后这里像兔子耳朵，超可爱的。哎呦，扣掉它了，掉毛了。好可爱哦，还蛮不错的呢，你很会设计哦。我涂这样子，而且我刚刚涂错了。No, 都没有设计感，要有设计感。这个涂错，我只好用不同的颜色把它盖掉。你看，哎，你的好可爱哦。兔子的帽子，它不能画太大力，破掉。毛会破掉。我有些蜡擦的很好笑，就很容易沾到。我的手已经都沾到。对啊，这个手沾到，它整双鞋子都毁了。我这真的很无聊哎，大家可以不用看我的。好丑，很可爱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两片像兔子耳朵，这一个凸起像尾巴，它就画成兔子。那我先画兔子耳朵，用这个纸，这个。OK。好，我画了。我不应该问你，因为我的设计很烂。对，千万不要给妞妈设计东西，设计出来会跟那鞋子差不多吧？哦，你的鞋子真的很可怕，你不要画了，你别画了。这个应该要戴手套画，某个角度看起来非常的专业，某个角度看起来就很辣叉。这真的有像兔子耳朵啊！又钻到了，那兔子耳朵最难画。兔子耳朵完成。我看好丑，你把它毁了，看起来像个眼睛。这里有翅膀，哦，这里有翅膀，哇哦，so fashion， 哇哦 ，wonderful， amazing。我建议你多贴点贴纸哈，这个也给我设计好了。我只是浪费彩色笔而已。So this， 哦，没有橘色，没有绿色，哦，又没绿色，我还是红萝卜。大家来看看我的丑鞋子。你的画成这样，你也要拍？不然你不是叫大家不要不要好丑？你很奇怪，不敢批评别人的作品。我要被
彩虹，变绿色了。啊，对。你那毁了，你帮我试一下，这可不可以画？可以。那你这个系列都可以拿来用。啊，我已经完成了。啊，你已经完成了，那么你把它不要碰着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继续画完它啦。那很丑，你把它救一下。还长眼睛，那双鞋都变精灵了呀！对啊，你看我的，还有红萝卜，可爱哦！想买那双鞋子。好啊，我画完你还付钱。我说如果有卖的话，我想穿。你想穿？看起来很可爱。画你画那个有什么会买？应该是没有。你会买啦？你怎么会设计成这样？我怎么会设计东西呢？噔噔，你吓死我了！完成了，飞天谢谢。什么飞天谢谢啊！我要把它装饰一下才会美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些全部给你用。哇，还有火箭哦，飞得很快哦。看，有按摩，然后这边有这个，有火箭，这边还有一个火箭，酷吧？表示要飞得快是吗？酷吧？酷，好看呢。我想画一个大大的红萝卜在侧面。不赞，你画的有够可怕的，要有设计感。我的很有设计。你那没有，你那是乱画，就是帮他上色而已。你看，哇，不错呢，我这个已经设计废。嗯，你这感觉是应该是形状问题，你要不要再设计？没关系，不要。你看到这里感觉有湖面的感觉哦，好像有哦，所以你可以画湖底。Hello， 波波，可爱呢。旁边那个一条一条是豹纹，那是月球。哦，月球表面吗？后面还有一张脸呢。对呀、啊，好可爱哦。大家觉得可爱吗？如果有这个鞋子，你会想买吗？下面留言呢，或是你们想要买这一双也可以哦。好的呢，这个按摩爱心的哦，大家喜欢哪一双呢？你那个我觉得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吧，丑的很可爱。对啊，你看这个就可以这样挂在你的包上上来挂，真吓死人呢！吓死你！今天也来画另外一双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个很漂亮嘞，你会画嘞。它有分左右脚，有吧？没有，它下面是圆的。你介绍一下你的啦。我已经介绍过了。你的介绍仔细一点的吗？你那个比较好看。没有人想要看我的丑身。是有点丑。哦，好漂亮的金鱼哦！你知道我刚查金鱼出来什么吗？深海里的金鱼，深海里的大金。哦，彼岸花吗？哇，哎，你画的浮世绘耶，你好强哦，画得好用心哦。我今天用一个这个很丑的贴纸贴一下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们画好啦。哇，正面是什么？猫咪啊？湖面啊？另外面是哦，富士山，还有彼岸花哎，哇哎，这边还有这个哦，月亮里面有金色。那是我不会的颜料画，然后它莫名其妙变金色，好酷哦。下面这是什么？凉亭哦。对呀、啊，卡通片，哪是卡通片？蛮像的。然后后面我后面没有，然后这是妞妞的第二双兔兔，这其实是第一双，这也是月球的兔兔。然后这里有一圈的红萝卜，一圈的红萝卜。然后这里有大红萝卜，两大红萝卜。这里是一个戴帽子的兔子，戴帽子的兔子，屁股是一个很蠢的兔子，很蠢的兔子。嗯，是的，按、啊、你再介绍一下。我的看来不必了吧，你帮我转一圈。我帮你介绍。你有没有是在厚道？什么厚道？两个是眼睛，这感觉是牙齿，看下巴凸的。厚道，一个厚道。厚道鞋，穿了就会厚道哦，所以这个洞千万不要碰它。你看，你等谁？你好坏。就厚道鞋前面还有一个贴纸，后面的这样。侧面，你会看哪一个爆炸猪？跑很快哦！哦，你们怎么这么慢？跟上来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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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是汤马士的音乐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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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为是另外一个车车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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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摔死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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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
你知道什么孩子打吗？因为这两边都对，这两个底下是实心的啊，这个就是有一个空的，然后在那点，嘚嘚嘚嘚嘚嘚嘚。我觉得你的还可以再多贴一点贴纸。如果我是正常点的鞋子，我就会画天竺鼠车车了。看一下哪一双可以适合画成天竺鼠车车。蓝色迷彩。听说这个的话，好像可以画成天竺鼠车车。啊，不然就是那个下面那一双。哦，这个吗？因为它的有那个圆形的轮子的感觉。对，可惜我们没有抽到。下次有机会我们抽到的话，可能会画。这个线条很细，应该是用带针笔画的吧？我有用带针笔画，服饰会的水是带针笔画的。我没有用带针笔，所以我画起来非常的粗糙。我觉得这只金鱼蛮漂亮的，近看你会觉得很丑。不会，我觉得很漂亮。我觉得是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服饰会怎么画？它超简单，这三种颜色，画一下海浪的东西，这样咻咻，然后再让这角色一点点的下面再画这样，然后再用这三个这样。就是一直画下圈圈的，沿着这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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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然后接着画一些这个东西，噔噔，那布上面就看起来比较好看。画到布上就会变成这样，噔噔，画到布上它就莫名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深了，好玩呢。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你们喜欢。一号选手，二号选手，三号选手，大家可以在下面跟我说哟。如果喜欢这个鞋子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可以分享给喜欢 DIY 的人，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喜欢服饰会的人，或是喜欢画画的人，或是喜欢兔子的人，或是非常喜欢吃红萝卜的人，还是喜欢收藏鞋子的人，或者是喜欢彩色的人，这种笔的人，鞋子的人，喜欢收藏。盒子的人，或是喜欢吊饰的人，喜欢妞妞教学的人，还是喜欢妞妈的脚后跟的这个一个 fashion 的，都可以分享给他们哦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这个是车长载货的客人的，噔噔噔噔，砰砰！啊！我不敢碰他的手，你知道？兔子。夹层里面有 Mickey Mouse， 奇妙妙。一直跟我们和平相处。你不要老笑。可以走路。